Hello， 大家好，我是魔丸。看到这个这么华丽的外箱，没有错，今天又要来跟大家分享我们 PVC 人形公仔系列。这一支 PVC 魔丸也是等待了好长一段时间哦，从前一年预购一直等到今年又出现延期的情况，再加上魔丸当时也为了便宜啦，所以是找了这个还蛮知名的模型店家来进行预购的。虽然是多等了一个多月啦，但是至少这边是有顺利到货。今天的话就赶快来跟大家做这一支的开箱。前面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其实还没说到重点啦，最主要今天要来跟大家开箱的这位角色呢，就是我们 FGO 的葛饰北斋。对于这位角色不太熟悉的朋友，我们稍微把镜头呢调到画面的右手边，可以看到啦，长期以来呢一直坐在魔丸的镜头旁边这位角色其实就是我们的葛饰北斋。魔丸自己是没有游玩 FGO 的，可是当时看到这位角色的造型却非常非常的喜欢。这次的人形是由日本的 FAT 厂商所来进行制作的。关于日本的这家 FAT， 其实评价的部分算是蛮两极的。魔丸早期也是有说过他们家所制作的人形整体的涂装以及品质来说，魔丸个人觉得算是蛮不错的。可是呢，可能有部分的角色在制作上面是没有到这么的精致，变成说评价的部分是真的蛮两极化的。这次的话，菲特他们家呢是直接又在推出一个全新的豪华版本 PVC， 没有错，也就是目前大家看到的这一盒。当时的预购价就已经开到8000多块，要9000多块，是真的很昂贵。魔丸也是犹豫了好长一段时间，再加上又卖掉了几只 PVC， 才狠下心下定了这一只。不过呢，魔丸也发现啦，最近到货这一只的抛售潮其实也不算少，不知道是品质的问题，还是大家最近是真的很缺钱。魔丸发现这一只全新呢，大概只要用7500块，比原价再便宜1000块左右呢就可以入手，所以魔丸自己也是有一点点担心。那这边的话，魔丸也就先不多说了，相信大家跟魔丸一样是非常非常期待看到本体，我们就直接来开箱来看一下啦。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本体的部分。这次的葛饰北斋虽然官方公布是在1/7左右的比例，可是事实上魔丸拿到手呢，感觉是有到1/6左右，实际上呢是真的很有分量。这次开箱啦，也算是让魔丸松了一口气，实际上的成品以及涂装的部分呢都让魔丸非常非常的满意。首先可以看到在服装上面呢这些细节的花纹印制，这次来说的话呢，官方都是有完整印制上去，都是没有出现任何印歪的情况。那一直往下延伸到服装下摆的这个部分呢，这边有一些特殊的花纹，这边印制都是非常非常的清晰，包含我们侧边这个笔刷上面的这些花纹图案呢，样式来说都是非常的漂亮。稍微转到我们背后的部分呢，可以看到所有的花纹印制啊，以及这个专属的 logo 呢，这边所呈现的细节来说都是很还原的。接下来比较复杂的地方，当然还是属于我们头顶上法式这边的设计。官方这一次的话呢，在这些小小的细节涂装呢，其实都有蛮不错的效果，当然还是要特别注意啦，开箱的时候呢，这个头发也要尽量避免碰撞，毕竟法师这边啦，魔丸觉得还是比较脆弱一些。涂装部分很精致之外，这次的话其实官方还有保留一个小小的彩蛋，这也是为什么魔丸还没有安装这个地台的部分。我们稍微转到这个地方，可以看到，没有错啦，这次呢我们连着脚步的这个部分呢都是有完整设计出来的。当然这边大家也可以注意到，官方这边还有特别挖了一个洞口来保留脚步，魔
腕这边啦，就稍微调亮一些。有没有除了脚底之外啦，其实连着整个下半身的官方这边还是有完整设计出来的，这也算是这次葛饰北斋啦官方设计的用心之处。当然呢，如果你想要以破坏式的方式来展现这些细节的部分，魔丸个人还是不太建议啦，毕竟这一次的价钱是这么的高昂，还是用这样子的摆设来观看，魔丸个人觉得就已经是很漂亮了。除了优点之外呢，还有少部分的缺点，魔丸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最主要这次的人形呢，还是需要玩家来做一个简易的组装，也是在我们左手所拿的这一支笔的部分。左手这边的话，也因为是有延伸到衣服的部分，所以在安装的时候还是要比较小心一些，不然呢是有机会会出现这个蹭漆的问题。另外的话啦，在笔上面呢还有两个小型的这个特效件，安装的时候也要特别小心啦，千万不要太用力，不然是有可能会出现断件的。另外在身上的这个地方呢，也因为这种特效零件啊，有零有角的零件是比较多一些，所以在安装的过程拿取的时候呢，一定要先确认你拿的位置是比较安全的，再来进行组装，不然的话一用力过猛，有可能这些特效件就会因此而断掉，这个部分呢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本体的部分呢稍微跟大家分享完，接下来呢我们就搭配特效件一起来看一下整体的展示。组装完成后的感觉大概就是这个样子，这次搭配我们的背景特效件看起来是真的很有气势，因为我们的背景啊最主要也是走这种水的元素啊，比较有这种浪花的表现，大部分都还是使用这种透明件的方式，搭配一点点的这种不同的色彩效果来呈现不同的涂装效果，来表达浪花的质感。这次在背景的制作也是很用心的，那全部呢这样子摆设起来，除了很有层次感之外，后面的浪花点缀呢其实让整体看起来呢也是更加的活泼更加的生动，最主要也是有一点点这种漫画风的感觉。那这边的话魔丸也就不再多说了，直接拍摄一些细节的画面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那我们就直接进画面咯。今天的葛饰北斋开箱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以整体的涂装品质来说，魔幻觉得都有在水准之上，毕竟这一次的价钱也不算便宜。可是呢，其实在前一段时间魔幻在 PVC 的讨论版当中又有看到有人开箱是有出现比较严重的瑕疵，又或者是有出现溢漆等等的问题，所以以这家的品质来说啦，品管的部分还是需要再加强的。那如果你有想要入手这只葛饰北斋的话，全新的话当然是没有办法啦，毕竟这个盒子是封闭式的包装，那如果你是购买二手的话，魔丸还是会强烈建议面交，毕竟这一支的价格也不算便宜啦，还是选择面交会比较保险一些。难得有机会来跟大家分享这个这么高单价的 PVC 系列，但是老实说啦，其实从前一年预购一直到今年，我们的 PVC 价格也是持续飙涨，从原本啦一般的 PVC 3000-4000块呢，现在起码都要到4000多甚至是5000多块才有办法买得到，价格的部分是真的越来越可怕啦。真的有喜欢的话，其实还是有陆续预购，当然
数量的话也就没有像以前来的这么多，如果有到货的话一样也会再慢慢跟大家开箱，再慢慢跟大家分享我们人形公仔的系列。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之后一样也会再有不一样的玩具开箱、玩具分享，又或者是我们 PVC 的系列开箱。我是魔丸，那我们下期影片再见咯，拜拜。